朋友是百年共尊宝啦，啊，若阿妈我是千里姻缘，手内共尊名嘛，所以是千里姻缘呢。所以咱那彼此之间动作是左右手，拄仔讲牵手，我牵你，但即摆啊，甲动作左右手。像我们刚才，咱来分分哪里切菜，即摆切正手食，倒手食提物件，即无了第二个切，咱若甲无出第二切就只。他们接了阿威，这边去没有？四号，你准备要那按外是阿是在提我来干活？不要。你提我来干活啊？你听你，我那这种的心态，你甲对方讲的时候，感官啊，先生有啥物？那太太讲你个关心个安怎？啊，太太冇安怎，咱先生嘛感官啊，那是左右手啊。所以夫妻的相处之道，来个有四种。爱注意目睭，有看当作无看。咱慢慢用目睭擦擦油，安尼啦，安尼吼，你着看那无看，安尼好啦。嘿，我今仔出要说事情啦。嘿，注意目睭好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再来，爱一心两德，两个爱共心，一点心啦。第三，爱顾好话，尤其查甫人，先生要讲好话。是吧？其实好话爱讲的，但是唔是讲太麻利啊。明明太太先生无迄个好处，你就安尼讲，为着要先奉承哦，这样不对。这先生好像二十多，也是话来这的话，哦，安的啊，亲爱的，你好，你真的很辛苦哦。但是讲有几个我做，讲惯是伊根本也无讲，伊根本也无咧讲。那我讲爱听这啦，包括我们太太啦。实际有这个东西嘛？不是咱，不是要创啥啊？哦，所以讲，哎，人要有感情，啊，讲好话，再来，还有一个意见，那两个意见你就不一样，意见咱那里教囡仔，对不？咱教好教吼，两个，我唔是囡仔，是是咱呐，阿妈我同你，我这么小的是安尼啊，一边来打，一边来打，感情意见，所以感情意见，所以这边你们一个动作，说一，都是一，怎么样？一。再来，阿嬷就是就一箱米，那发烧一支，你就无法度人讲在你食饭中间，人生的这个财商补啦，你无法度去尝试得到。啊，阿嬷啊吼，难免会烧顽皮，所以说就伊讲一句啥，撑头好茶，胖撑胃喝。会啊，就是咱的嘴，咱的食了无食，伊感激的。所以阿公某一世人讲无冤家哦，可能较少。无冤无家，啊那有亲有冤家，啊所以会啊，啊但是咧，咱那是讲心有不离辈子啊，所以咧我是相知，这个相知一定爱第一爱听，你要硬硬听是啥咧？你若冤是家，你硬好袂啊？好袂哦，硬袂起来，两支啊都袂大支。话其实起嘛无好嘅，好啊！啊，要嘅，还佫平平个，你若一个挂一个嘅嘛无好嘅。阿阿婆就亲像安尼，好，好，在这边我要强调的，夫妻相处之道啊，这个很重要哦，不是一个公道面。阿阿婆有哪去要公道面？你若公道面嘅哦，好，讲到法理嘅时候，啊，就安尼啦，无你安那，啊，就无法跟你讲嘅。确切有个刷出来了，所以它是一个温情讲爱的地方，它不是计较长短，也不用比较得失，更加不是你算小的咯。你爱你死啦，啊，爱你死啦！所以说讲你死啦，要爱你死就简单，但是要爱你死人就足困难的哦。所以你夫妻之中啊，那个有一个美感啊，
是一个讲爱，毋是咧讲道理的。所以你若一直讲道理，我保证你阿妈我同你早分流，还是我唔得跟你做伙。所以伫咧讲爱的所在，就亲像这个碗，伊是底端。所以你若讲道理，甲你讲道理啊，你存个乎你家财万贯，但个拢为是无欠啥物。但是最后，你阿妈我是我，我必做功德。卡苏那会当底分就是讲爱的所在的时阵啊，虽然是底个是无够完好啊，但是食起来这个淡淡有味，有感情无？有感情，迄个食才是踏实踏实，迄个食才是会当互你点点滴滴啊！哦，所以讲，这个这个胃啊，这个温暖我们整个家庭，哦，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方面。好，再来做新妇的，爱欢喜当官，爱做一个好新妇。歹势，即摆孙叫只吼，啊，见到唔敢敢笑啦，吼、哦，因为你即摆一家咧来一家，咱大囡仔大汉了，你过来一家，为什么你来过来一家？有因缘嘛，拄只讲的啊，啊无办人来无来，你来排，吼、哦，人甲人之间，什么人上，什么款的人上歹斗阵，大家辛苦的问题，啊是咱讲的。大家甲大伯，不过即摆少年啊，要结婚啊，用到要结婚的时阵啊，伊就无好听。你唔要甲你媳妇做做伙，看到无？多少年多吼？因为啥物？因为呢，可能大家甲大伯吼，做歹斗阵哈，做人大家大伯做歹斗阵吼。但是唔是歹斗阵，是你没有去磨合。啊！你讲，咱做人媳妇，咱本来就是该安尼嘛。我做人媳妇，老实讲嘞，媳妇分做三种，一种就是叫做做你种个媳妇，做你种媳妇就是拢靠阿，你都无想做阿个，就拢阿你做出啦，反正就叫买钱送下就阿买钱送就先生安尼啦，做完了。再问你若找找，你若找到这媳妇，你感觉安怎？当然啦，咱做查甫人啦，下到要甲做，欢喜就干嘛无紧啦哈。但是你讲若要接受吼，有较困难，依靠心较重啦。有种媳妇哦，有啊吼，过来第二种叫做悍妇。讲到保姆是歹听啦吼，气压压，吼、哦，啊足骄傲的，气体型。恁娶这媳妇哦，社会叫做啥物？不是媳妇，叫做英叔。英叔啊！对不？你带英叔来，你迄个囝大声细声。咱来啥意思？咱来啥意思？咱来天路啦，天车了票支付啦。哦，把咱的本分做好势，才是应该哈。啊，你有两点，第一点，咱对是大人讲话吼，爱是家己是大人同款，尽咱的孝道。啊，大家媳妇要相处的道理就是安尼。大家媳妇做祖仔囝的，把大家当作老母，做老母做大家，哎、欸，做当作老母啦吼。啊，做大家人，把这个媳妇当作祖仔。啊，哪里有问题无？无问题。但是注意，咱这哎、欸，我会感觉吼，当然拄则你讲做祖仔啦，教育较好就会安尼啦吼。但是哦，咱做人的大家吼，爱心把祖仔当作。我都是把媳妇当作查某囝，有一面哦。哦，啊，你坐公车，看到两个女会计啊，迄个负面人伫遐咧讲话，一个负面人就开，一个负面人点。哦，阮媳妇偌好命的嫁过个啊吼，哦，拢免做工课，恁大家做啥偌好偌好，哦，拢免做工课，太轻松，饭来张。啊！这个妇人都转来讲，啊！若讲到阮家迄新妇吼，拢无要做啦。啊！我老的，我做人大家，我做甲要死的话。你听意思无？咱拢希望咱的祖囝去互人当互人疼。啊！若个祖囝来，互人苦到甲要死。安尼道理敢对？对。所以大家甲新妇啊，即上人甲人之间相处，多半是一个美感尔。哦，所以你若彼此多讲，会当
彼此搁来互相尊重，有无？尊重嘛，搁来会当互相知影来安那来珍惜。今仔我第一个知道一个，哎，甲一个今年才好一个嘛，哎，本来一个变成两个，哎，你感觉哦，我从这里讲，珍惜相处之间，啊，搁来重要是，唔通太顾虑一寡无应该表面的动作。比如讲，哦，比如讲，恁阿公婆咧上，比较较亲近的吼，你唔通去恁阿爸、甲阿妈面头去。你条讲你做媳妇的话搞，听无？啊，是你做大家大官的人，你若搁伫你的媳妇面头前，就是讲，意思讲，嘛是一直我有我的存在。今日结婚，我这个家庭才能够。突出你自己，那也不对。哦，每一个人智慧无，迄个智慧就不一样。就是讲，你若会当互相尊重对方的时阵吼，你就会当，比如讲，我若去到一间面馆，大家伊若是问伊个讲啦，哦，伊就讲我的媳妇，我的媳妇袂歹，外口外口啦，啊，袂当你媳妇啦，听你不要听，听到这个时候，哦，心情袂好袂。我以为只有这么爽啦、啊。即嘛，伊若来个因遐因即个新妇若伫因边啊，足济人伫做咧讲个，只有遐话咯。我大家你讲话好，你话好，所以互相去尊重对方，那就没有什么问题啊。第二个，你做老媳妇爱圆满今生。